接下来咱们就听戏赏画看牡丹，有请三位。画牡丹最重要的就是牡丹的颜色。哎呦，牡丹呢以九大色著称，有这个夜光白、蓝田玉、火炼金丹、种生黑，还有手腕红、豆绿、照粉、摇黄，还有非常奇特的二乔和交融三变等等等。朋友们，胡老师这边的画作已经完成了，来展示一下。呜，我们请选一位村民来点评一下这两幅画，你们觉得更喜欢哪一幅？来，哪位朋友？来，这位姐姐。非常好，不是专业，胜是专业。胡老师的这朵牡丹，您想要不想？非常想要。让胡老师，让胡老师在他画上再留个名字，签个名，行不行？太好了，行。你觉得带劲不带劲？太带劲了。您把画送给我们这位现场观众。哇，胡老师这画可以拍卖了，胡老师。但是已经名花有主了，是这位大姐的。下来，胡老师，每个人给画一幅啊。胡老师今天晚上别走了，住在我们这儿了。谢谢你，谢谢。